当时跟那件当时不是一模一样。这种事情是我能选择的吗？工作。好一点了再回你，真的，我是说真的，我没有说假话，但是后来就忘了，就是状态那晚上一直没好。然后你就应该持续不断的给我发呀，然后我就能看到呀，是不是？没麻烦，你在哪里啊？你是不是来上海了？
你是不是来伤害我？所以想一人招募花，你们是不是来伤害我？你为什么从车站回北京呢？我在这儿，刚刚前面喝咖啡那两人上午转过头来看我。你们去河南干嘛？来，啊，给你吃蛋糕啊。吃太多了今天。你才胖呢。点了热咖啡，好热啊！现在对啊，本来想要不去练习，中间两个小时，但后来想太赶了嘛。要不变黑炭了，而且我想坐角落，我没有那么想要吸引人目光。现在没有阳光的地方都有人坐着。你们有什么特别想跟我说的话吗？啊，
好想吃牛肉啊。和超话了，真幸福。我那会儿出道了，好久才有，好像是。人还没出道呢，就有超话和音乐会了，果然还是要命好啊。说明。还是要背景好，对吧？有背景的猫，道都没出，就能有超话演唱会，就能有那么多人喜欢他，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就能有那么多人喜欢他，还是只有背景的猫。我这辈子吧，当不了有背景的人。可我可以当别人的背景，我的梦想就是为人创造背景。给他开一个微博吧，我觉得他需要一个大名，布丁只是他的中名，他有一个大名，上户口本那种名字，要正儿八经一点的，像段奕璇这种，小名叫啊呜，我打算每天叫他啊呜啊呜啊呜，就这样子。你们家上户口本上断奶茶呀？让他营业，他怎么营业？他怎么赚猫粮？我给他街头卖艺，段正淳儿，段正淳有点过分了。布丁接回来的那一天，出道首页。给他干开个直播吧，布丁的直播，我不露脸，就布丁露脸，就布丁啊啊啊啊啊啊啊！布丁出声血吗？他长得好看，我就给他出声血，我就怕他长残。曲选出道曲选秀吧，不行了，布丁还小，那么小的小宝贝让他挑秀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微信，可能是工作。
恋爱捉迷藏。他们拍个 MV， 布丁就那么一点点大，布丁才两个月呀，你们是人吗？那小奶猫，我抱着它都怕它碎了。是什么呀？我这里面包里怎么会有水啊？包里居然水泥泥的，怎么回事？包怎么会湿的？等一下啊！不知道为什么找不到原因，阳光好大，等一下，它雾蒙蒙的原因不是因为我这块钢化膜吧，一定不是。我又贴回去了，因为不然我手机会坏掉的。
像没什么说，没什么特别要说的。不定什么时候能回家呀？他其实19号就能回家，但是要等我不忙的时候再接他，因为刚开始把他接回来要多一点时间陪他。他是一只小奶猫，我抱着他抱到怀里的时候，我都担心我会把他捏碎。他需要跟舅舅隔离，因为舅舅在生病。舅舅用的厕所和吃饭的东西都不能够让小奶猫吃，因为小奶猫的抵抗力特别差。随便亲，那让他长大了再来吧，不能随便亲，那默默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表达爱意的方式就是亲亲呀、啊，我老经常亲威斯给了。威斯给有的时候还会跑来床上亲亲我，我有时候早上一醒就是他一张大脸，我一睁眼就是他那张大脸，看他拿嘴巴碰我嘴巴。没有，就是那种近距离看他那张大脸，其实挺丑的。全中心你最爱的就是小九，我打你哦！全中心你最爱的不应该是小玄吗？看着小玄的直播说你最爱小九，什么人呢这是？最爱布丁，连布丁的脸都没看见就说爱他，你爱他什么呀？你只是爱他的背景而已，你对他动机不纯，你根本不是纯爱这只猫而爱这只猫，你对他的爱不够纯粹。
上了他，他的背景。我是接触过他的，我可抱过他，羡慕吧？你们连脸都没见过，我就抱过他。那么一点点小，就那么一点点小，你抱在怀里，他动都不动。小小玄我也抱过，小小玄我抱的时候，他就会往肩膀上面去跑。布丁就抱在你的怀里，动都不动。性格随我，内敛。了解我真实性格，我真实性格就很内敛。他是二月份出生的，二月份出生什么星座？不会是水瓶座吧？跟我妈妈一个星座 ，Oh my god， 会不会和我合不来啊？因为我跟我妈老吵架。我喜欢射手吗？你是射手座。射手跟狮子是火象星座，应该都合得来。你水瓶说的，不要受伤害，不要受伤害，乖，你们跟李女士一个星座，还不应该开心啊？陈小爱居然在看我直播，这么爱我，好感动。我，你也没天天在我面前说你是射手座，我就知道你。11月过生日嘛，对不对？11月过生日就是射手座，没有错。11月还有天蝎座，我不知道。你看，我只知道射手座，不知道天蝎座。11月是三小月，你不是10月吗？啊，那你是12月，你反正不是11月就是12月，是冬天出生的，对不对？你12月对吧？你看我就知道，我在考验你呢，我在考验你记不记得自己生日。你12月初是吧？你是，我知道你12月，而且是12月初过的生日，对吧？我都知道。我都知道12月初。我有的时候很庆幸，
我的朋友们都是公众人物，因为有时候日子过着过着，好像这个人好像不生了，我就会赶紧打开百度，然后在准确的时间、准确的地点祝人家生日快乐。像赖莹莹啊，然后就反正一些不是公众人物的这样一些朋友，就让我很痛苦，因为我脑子里其实记不住这种数字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你可以坐。微信备注人生日很奇怪啊，为什么要微信备注人生日？这个人对我意义又不是生日而已。你们觉得生日是重要的事情吗？生日当然是重要的事情啊，但是比起生日更重要的，难道不是一起度过的每一天吗？跟一起度过的每一天相比，生日这一天有什么特殊的呢？我每一天都想跟你好好的度过，每一天都想带给你很大的快乐。那生不生日的这一天有什么重要的呢？每一天都像生日一样开心，那不是一件好事吗？那有的人就是天生对数字不太敏感，像我就有的时候就对数字不太敏感。可是也不耽误我很爱他呀，虽然我把陈小爱的生日记成了11月份，但是我很爱他呀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吗？走的，人走的 ，alone。And baby, I'm so你今天才贴下睫毛了，我今天的睫毛没有下睫毛，今天的下睫毛是我自己。不允许我自己长点毛了，我毛发还是挺旺盛的，好吧。不要到5点，太好了。我现在在咖啡店坐着，
来今天的时间应该很赶的，但是因为时间协调的关系就没办法了。说到这个，我要去看一下有没有充电宝，我去看有没有充电宝啊。哎，你好，请问这边有充电宝借吗？啊，我的手臂啊，好痛啊！这两天跳完舞，好痛好痛，抬都抬不起来。我正常那公演真的是跳得很拼命，你们看起来我跟平时没什么两样，但是我真的是得到金卡更便捷，乘车优惠等您来，下单罗森使用无接触扫码购物吧，我在罗森等你哦。这边买单吗？这边充电宝借吗？啊？充电宝。对，我知道。I'm coming back.
刚进来，那就给你五分钟吧，给你们五分钟，让你们适应一下这个环境，适应一下看我的环境。倒计时 5 minutes。不讲话会尴尬吗？不讲话举着手机会尴尬。通告费多少钱？我也不知道，问吧。好朋友不说话也不尴尬，是因为好朋友跟你在一起不说话的话，他自己可以玩手机。我在直播，我不能玩手机。你就说是在视频，我说跟你姐姐在视频。
话，你也通告我一次商演。谢谢老板，老板直接跟八联系吧。段神的微博简介上面有公司的邮件地址，有公司的邮箱地址，可以联系联系公司。现在对段奕神很感兴趣啊，祝老板生意兴隆。比较不张扬，对，哎呦，坐在这儿我就能待会儿可以在这儿睡一觉。开车点直播，关掉吧，要么把车停下来，要么把直播关了吧，我不想上社会新闻。注意安全啊，各位。好了好了，我关了，我真的关了，拜拜。 Thank you for your gift. Thank you for your gift and 陪伴，拜拜。